据港媒报道，吴千语在受访时透露自己目前的感情状况是单身。他出席活动也曾表示，现阶段以事业为重。媒体猜测他疑似已和传闻中的富三代男友施伯雄分手。4月2号下午，吴千语在微博发文回应外界对于恋情的猜测，表示不想媒体再追问我的感情，并衍生一些不实的报道，还称拥有好的作品是很多演员的梦想，我也在努力的路上。网友们纷纷留言：千语小姐姐加油呀，期待你今后会有更好的作品，看好你哦。请大家多多关注千语以后的作品，而不是私生活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